收看数位游戏王，我是瑶瑶。提到了超级玛丽兄弟啊，相信不管有没有玩游戏的玩家们，对大家来讲啊，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吧。而最近游戏官方啊，也正式宣布了要将元祖的第一代超级玛丽兄弟重新 3D 制作，在 Wii 上面呢、和玩家们见面哦。不但啊，游戏的画面大大的提升，就连操作的方法以及内容都有非常惊人的改变哦。哇，真是令人相当的期待呢。而且啊，除了原本正统的一批模式之外啊，还增加了多人的模式哦。所以啊，想要重温儿时回忆，或者啊还没有玩过超级玛丽兄弟的玩家们，一定啊要密切注意这款新超级玛丽兄弟 Wii 哦。好啦，现在啊，拿一杯饮料，找个舒服的位置，让我们来看看啊，今天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彩的游戏介绍喽。数位游戏王，我是瑶瑶。封神二又有新改版啦，尤其啊新加入的朋友们还有好康可以拿哦。而且呢，在游戏中啊，新宿神这个系统呢非常的有趣哦，玩家们透过这个系统啊，你就可以变成怪物来追杀其他的玩家哦。玩家变怪物听起来相当的有趣哎，究竟还有什么新玩意儿呢？现在呀、就跟着瑶瑶的脚步一起来看看喽。欢迎回来，数位游戏王，我是瑶瑶。又到了我们公布得奖名单的时间啦！当当，恭喜这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得到瑶瑶的亲笔签名照哦。你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尽快的把奖品送到你们的手里哦。没有得到奖品的玩家们呢、也不要气馁，我们数位游戏王啊会努力的帮大家争取好康哦。所以玩家们一定要密切锁定我们的数位游戏王哦。OK， 又到了我们手机游戏补主站的时间啦。接下来啊，就让我们来看看美丽的副站长阿妮塔要为各位玩家们介绍哪一款新奇有趣的手机游戏喽。好啦，看完了小游戏大家玩，又到了瑶瑶啊和大家说声欧亚苏咪的时间啦。希望各位玩家们啊，都有在今天的节目中看到自己喜欢的游戏哦。当然啦，我们数位游戏王啊，也会不断的努力为各位玩家们带来最新最快速的游戏资讯哦，所以玩家们一定啊要密切锁定我们的数位游戏王哦。当然啦，也不要忘记啊多多上我们数位游戏王的官方网站，上去啊看看重播，或者啊去那里留言哦。好啦，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啊，瑶瑶我呢和小百会在数位游戏王等你哦，我们下周见喽，拜拜。